手当中就是你最油。对，真的没有。哎呦，厉害了！一起来欢迎了我们的商演活动霸主贝露莎带来《讨厌》。非常的放松，很chill，很chill。我又失眠，听着 DJ 放的烂音乐，像在嘲笑我最近的恋爱不顺利，寂寞的两点半，觉得上网寻找一点方，对谁管他是谁，总比跟你好谈。今天星期几，冷战还继续，全因为是你说过爱情是小甜品，我在你那里，眼底或心里，这么多的不安定，爱怎么继续？我讨厌上了你，否定我却在意，是时间有你，满足我自己，太虚情假意，讨厌爱上了你。真的都和平区，那就家里啊，我就住和平啊，对，我在环山部落哦，环山，我是松鹤部落，哎，你好，而且一见面就给我们那个很开朗的感受，很 chill 很 chill， 然后音乐一上来啊，他们这个血液里面都有个音乐魂，那个 groovy， 对，而且你是说血液里面有酒精，哎，一定是保利达，一定要拉塞，哎，没办法，商场。商业活动多，做多久啊？这个商业其实是这两年，这两年了。对，哦，我刚以为他讲台语，其实是这两年，这两年，有台语老师这两年，我台语没练邓啊，但是我可以 play 两年而已耶。对对对，因为为了生活，整个唱完了，一般唱比较没有不商业的，他们唱完就点点。啊，那这唱完，自己讲一个夸张的就绝食啊，因为他们这种来哦，这个一定有喝炒热。炒热那个现场，气氛一定来了。利用听那个参赛者在讲话，很沙哑，结果唱的声音还不错嘞，还蛮亮的嘞。谢谢老师。然后锁，怎么锁成这样？你怎么锁成？对，唱完就锁了。所以我觉得讲话比唱歌还要费我们的喉咙，更伤喉咙，更伤喉咙。真的，因为你唱歌有从这个丹田提气上来，那个声音就。哎，变得很好听呢。谢谢老师。然后那个，对，然后就是感觉你就是很不怕生。哦。然后其实我刚刚已经上厕所800次，你问他。听你唱完歌，我都觉得直接打分数。哎，很难讲评，很难讲评。但这五个歌手当中，就是你最油。对，真的。没有，他是为了要生活。哎，为了要生活。有没有道理？因为我们看过很会唱的、很油的歌手很多很多，他可以这么油，或者是这么放，其实稍微再跟他提点一下，再收一点，我觉得他可以。好，来闭起眼睛来看看到底评审老师会给他几分？三、二、一，请亮弹。加油！那这么说，两个女生哦，贝露莎48分就今天最高分了。哎呦，好，年会的冠军之战，我们首先由贝露莎带来的开门见山，呀，来喽！那是把雨伞，从失落。
缠，那烟消雨散，是天气先上不上浪漫的谈，什么酒水，怎么婉转，什么淡泊，怎么阑珊，什么风景，就这么看，何必要怪问？打开门就是山，我这山就是山，本来就很简单。最高音的那个地方 ，pitch 稍微没有顶上去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遇到这种作战时候，它整个是放出来，它那个肾上腺素有在吹，哦，不考虑亮起红灯，有吹下去。所有的行业都可以用机器代替，只有唱歌是全世界纯手工的。哦，纯手工。所以刚刚因为你一直在拼，没有没有，手工还可以做很多。宪哥还没有十二点，手工馒头啦，哎，手打面，手工肥皂啦，所以没人帮你唱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一口气连唱两首，然后这一首歌又这么的拼命，哦对，这么难唱，他是没有休息哦，所以后面有一点点波浪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在台上在听，配速了，配速了，配速，不干单了，但是已经挤到最后，就是把最后的力气全部都抛出来，是，我觉得非常好，很敬业，很爱这个舞台。然后刚刚今天你是甩喉有没有？他有用。老师刚刚在响屏有听一下，而且他刚刚还有搭配下腰哦，对，厉害，非常好。